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祥林，欢迎回来我们怪物国度大冒险哦。这个模组包呢，可以说是有一点自虐倾向啊。然后很多人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，对不对？会戳到了自己头顶上的这个东西。很多人在问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一个模组里面的、哦，它叫做邪恶工艺啊。这个邪恶工艺里面的、哦、这个。我们慢慢再来弄好不好？现在我们最主要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先把自己的铁套装给弄出来哦，因为这个模组包呢，可以说是难度啊，真的是很高，然后有点变成像是自虐倾向一样的，所以，然后这边还中了这个作物，但是我才发现我没有桶子嘛，因为我连铁都没有。那也有人说，我这下面就有矿坑了，这下面不是矿坑啊，这下面是。地牢啦，这个下面的地牢呢，非常非常的危险哦，非常的危险，非常的恐怖哦，可能不是我现在能够处理的来的、哦。我觉得，不然不管怎么，我们还是下去看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苗头不对，马上转头就走，可是有的时候就来不及了。苗头不对，想要转头走的时候，已经会先被弄死了。但这下面反正他们是会先被这个铁栅栏给围起来嘛，是还好啦，可是，哦，这边已经开始有怪物出现了，那边就有一个生怪砖就在眼前了。对，现在是连铁套装都没有的我们哦，真的是要来打这边是很困难的事情。尤其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边还有飞熏章比有没有会钓鱼的僵尸，钓鱼僵尸都有啦。这边一直在刷僵尸出来啊，这边而且攻击力都高得惊人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我被打一下，不知道血就掉了多少去了。复仇之魂，哎，还有这个家伙会出现，然后可以砍死了，砍死了，砍死了。就有的时候你打死了一个家伙的时候，他会跑出来这样的东西哦，非常奇怪的怪物。现在赶快去把它给挖掉了，然后尽可能的擦亮一下这附近好了。果然没有错，这边一定都是有。挖掉他，打他！哎呀，想说在打到他之前可以先把他挖掉，但是没有，我躲在这里挖就好了。那一个弓箭手是上不来的，开箱子，腐肉就不需要了。太好了，终究还是可以拿得到一些好东西的嘛。这个是铁镐吧，太好了，终究还是拿到一个好东西。这个是给我喝的，我才不要喝的。我那应该可以把它变成那个喷溅的吧？我如果自己去酿的话，会把它改成喷溅的，希望是可以哦。反正现在先不要过去哦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有装备就穿，有总比没有好，对不对？真的是有总比没有好哇！太好了，火把其实也不少，还有纸哦，纸我可能也会需要的，所以就先带着纸吧。因为我们如果说要做魔法相关的东西的话，我们会需要纸的。这边往前走，可能到底了，果然到底了。这边还有很多的石砖在这里哦，到时候我们都可以挖掉这些石砖的。因为有另外一个事件呢，它要制造出它的传送门是需要使用到石砖的，没有错。所以这个模组包里面呢，蛮多东西其实可以相辅相成的吧。这前面有个蛋糕，一看就觉得好像可能是有什么危险哦。然后呢，这边的话其实也挖不到什么矿了，说真的，我其实也挖不到什么矿，赶快吃点东西好了。非吃不可，我去吃蛋糕就好了。为什么要吃掉我这个？哦，太好，有烤鱼，而且还有一些苹果，太棒了！蜘蛛眼我不知道我拿来干嘛，反正就拿一下。Oh my god！ 我想办法先把前面擦亮一下，不要再射了，不要再射了，谢谢。有种走过来，有种走过来，好不好？有种走过来，不要就在那边射。我帮你们垫一下。哎呦，他们哦，那边是有水的关系啊，所以说。好像对我来说也蛮危险的，没关系啊，走过来砍死他。我都不能掉下去的话，也就麻烦了。很好，还没那么容易掉下去，但是我觉得先把它挖掉好了。啊，不管怎么被射，我只要能够，他们射击速度有点夸张哦。好，马上就死了第一次，三只的射击速度是这么夸张的啊。我终于还是死了一次了，没办法，现在是真的连个什么好像样一点的装备都没有，实在没办法，连个铁剑都没有。我们直接下来这边闯，主要是来看看这边如果有东西可以直接拿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拿走了这样子。没想到他们的射击速度这么的快，而且射击速度快就算了、哦，他们都还有装备的吗？真的，射击速度怎么？这个怎么砍不到的啊？喂！砍不到人欸，砍不到人，那还玩个屁啊！又死一次了啦！砍不到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有一个，大家看这个，这个是 Brutish，
British 这个是这个特别强的啊，这个家伙特别强啊。所以同样都是弓箭手，可是他种类有分啊，他就是同一个刷怪龙一直在刷，对不对？可是就是在刷好多种不一样的、哦，有一个特别强的在这前面啊，他是真的刷了一个特别强的家伙出来了，直接把这边挡起来好了。天哪、啊，那个家伙特别强哦。不过这边有哦，就是这家伙了，血量有40，血量有40，他刚刚一点血都没掉，还是他自己会补血？我砍他一下才一点血，两点血，哎，这家伙真的太强了啦！怪不得会被他弄死两次，是因为出现了这个很强的家伙了。我把他挡起来好了，不要跟他打了，因为就算把他打死，其实也没什么用啊、哦。我这边有强力3耐久1的，哎，真好。这个有没有比我的好？保护1，这一样是保护1哦。可是他的耐久度是稍微好一点。好、哦，我还有另外一条裤子捡到的，耐久1，这个保护2嘛，所以把这个裤子塞回去好了。纸的话还是拿一下好了。这边有抗火药水，不知道会不会有用到的时候，还是拿一下好了。啊，铁蓝可能也会有用到的时候吧，我不知道，应该哦，我可以换这一把。其实我应该那个吧，早一点就是把那个背包给做出来的。嗨，哦，还好，差点被打进去。先挡起来再说了，把它挡起来，它实在太恐怖了，它特别强啊！这里面又有一个怪在这里面，是不是？有啊，有一个怪在这里面，我们不用跟它打了。哦，前面还有啊。所以说我拿着这把，他还在那边跳来跳去的嘛，我先擦亮一下前面好了，先打他，先砍他个几刀好了，砍不到他，砍到了 ，OK， 他死了，挖掉他成功了，很好，这边的地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还有防爆衣耶，真好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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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、哦，但是这个地牢里面感觉上东西并不是太多啊，真的并没有太多的感觉。这个应该就是开的是上面的灯亮了，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这个蛋糕我现在还不用吃了，不用吃蛋糕了，吃蛋糕要干什么？我刚刚这个怎么好像有挖了一次嘛？但是它真的好像没怎么掉耐久度耶。刚刚这边还有楼下、啊、这个，真的不行的话，我还是得去找一个地方好好的去挖一下矿哦。这边居然可以走哎，这边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在这里哦。这边还有路可以走、欸，走这边走一下好了。哦，这边走过来是这边啦。哦，所以这边本来刚刚就可以切过去了嘛，本来就可以切过去了。那下面我有听到很多蜘蛛的声音了，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搜刮的样子。哎、欸，这边有床，这个箱子。哇哦，哇哦，升级了，升级了，这个先不用管了，升级了，马上就升级了，马铃薯也可以拿去种了，马上，太好了。裤子呢？裤子还有，我就先穿着我的裤子好了。小麦有3个，直接拿了。有没有合成塔在这里啊？有哎、欸，马上就有，再有一个面包在这里了，太好了。那我有个食斧嘛，还有这个木锄其实可以放回来了。现在身上的空间真的太多了，食斧应该暂时用不着吧？这可能会需要用到箭矢的时候。对哦，我把这个拿起来好了，随时可能会需要射箭，很难说，也不一定哦。好像没有什么其他该拿的东西了，走吧。这边的话呢，应该也还有，哇、哦、，Hungry Zombie 啊，这个是肚子饿的啊，哇，这肚子饿还会自己一直补血是吗？哎呦，我刚刚发生什么事？哦，我被他钓鱼了，我被他钓了，我被他一直钓过去，天啊，怎么从那边突然冒了一堆出来了？一般的，这边是一般的，这边这几个都是一般的，我去啊，真糟糕，真糟糕，不然掉下来，还好没有摔死哦，他们也会一起下来的，那他们应该会摔死吧，并没有哎、欸。先杀了他再说了，居然出现一个复仇之魂在这里，来、啊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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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就是那个什么，因为这个剑技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，就是他锁定一个目标之后啊，他锁定了一个目标之后呢，就会那个什么，如果那个目标突然之间被转移的话，他会直接就帮你自动锁定到另外一个比较近的目标身上去，所以才会导致我刚刚。那个视线啊，完全就没有办法自己控制，所以整个实用性来讲，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好。像这个，不过它的一些威力会上升是不错啦，可是就是会有那些麻烦了。那这样我锁定它，那如果说它直接从我的视线消失，或者是我把它砍死了的话，它附近如果还有另外一只僵尸，会自动帮我锁定过去。那我如果想要打的是另外一只的话，它会一直帮我看着那一只哦，所以就会显得比较麻烦一点。刚刚是从那边走出来，从这边应该这边吧，前面就有一个刷怪龙在这边了、啊，所以我先过来这边把它挖掉了。果然是僵尸的，就是他了，刚刚刷了一堆僵尸出来。
一样，这个木棒还是拿一下吧。这是治疗药水，太好了，这个去死吧。我需要拿一下治疗药水，这是鹅卵石嘛？泥土的话，或者是蜘蛛也不需要了吧？哦，该死！把苹果拿了，把纸拿了，其他的先不拿了。这个为什么挖完之后还有火会留在那边啊？有复仇之魂在那边呢，一直有看到。那现在好像要复仇的人都是我吧？是我需要复仇的吧？这前面已经没有生怪，但是这边应该会有箱子什么的。果然没有错，又是一样的格局在这里。哇 ，nice！ 可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鞋子呢？能不能给我一个鞋子？给我个鞋子有这么难吗？保护一的附魔书，哎，真好。我觉得我可以拿了耶。那大家，哇、哦，这一把也不简单哎。哇塞，效率二，效率二，还有丝绸之处一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拿一下，拿一下好了。这边有个附魔书在这里吗？真的不知道该丢什么欸。这次这些先丢掉好了。这个我其他的东西先穿着就可以了。OK， 来一趟果然还是可以得到很多东西的，就是要稍微死个几次啦。其实还好啦，稍微死个几次而已啊。所以我们差不多可以，这下真的是可以往下去了，对不对？那、这家伙也长得实在太恐怖了吧，这家伙。这下我能不能在这里就打到他呢？这是我现在比较在意的一点。哦，那边马上就有一个生怪了，好像有一个很大只的，是不是？哎、那一只特别大只哦，巨人吗？能不能打到他？有的时候好像可以，有的时候不行。天哪，我该怎么办？把这个挖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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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跑走了，偷打一下。来啊，来啊！哎呦，我怎么就被打到了？被他打到的吗？不会吧，前面怎么还有一个那个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被打到，好像是被后面的弓箭手给射到的吧？弓箭手的话呢，不一定是骷髅。现在弓箭手，哦，我被钓竿打到了，里面有个会钓鱼的、啊，很好，他们可能要起内讧了，让他们去起内讧吧。我想，我应该要把那个给挖开吧，或者是把这边这个给挖开，这样子就行了。我在这边才可以打他们，哇，这数量有点多呢，不是有一点而已，是非常非常的多啊，这个数量。还有会，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怎么出来的？他怎么出来的？你怎么出来的，大哥？大哥，大哥，你怎么出来的？哦，太好了，终于把他干掉了。他怎么出来的？蜘蛛也出来了。应该是要那个吧，把上面那个先丢一下，先丢一下，然后我要把，哦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，我要把这边这个先堵起来。只开那个小洞，那边还有一个很恐怖的蜘蛛在那边了。哦天啊，他们这些家伙的杀伤力都有够高的，太恐怖了。我现在连挖个矿的机会都没有，现在都要打这边真的是蛮难的。补血是补的有点慢，我觉得我该丢我刚刚的治疗药水，是不是这个？好像被我自己丢出去了。这是抗火的，我的治疗的呢？哦，治疗的在这里啊。我在干什么？先治疗一下好了，不会治疗到他们了吧？应该没有了。这个连骷髅弓箭手都有小只的，没有，而且他是什么？他怎么这么强啊？他也是超强的那一种哎、欸！哇，终于把他干掉了！他超强哎、欸！我也快要挂了，被他打到一下不得了啊！这里面的怪太多了，还是特别大只的，搞什么？这是肚子饿的，哇！肚子饿的蜘蛛血量有68哦，而且还在补血。我又不能随便靠近，随便靠近你会被他碰到，被他碰到我就会掉血了。这个我不是看书，谢谢。所以我可能暂时不能玩，没这边就有黑曜石了耶。哦，还有鞋子了，马上就有鞋子了，鞋子马上穿一下了，太好了太好了。所以这个还有黑曜石吗？这个我就不要了。还有这种奇怪的裤子我也都不要了，太好，身上终于又空出一些空间出来了，我终于又有一点血了。然后他已经血补满了，认真的吗？认真的吗？这样我要什么？这样我要什么把这边攻下来啊？这样根本不可能把这边攻下来了，好不好？这样我先把这边先挡起来好了，没办法了。然后要上面开一个洞吗？可能只是上面这个它会出得来吗？好像还是出不来，因为它血量好像，我瞄准它一下好了，锁定它。OK， 终于把它砍死了。然后它现在自动猫不知道锁定到谁去了，虽然可以转移目标了，就这样砍吧，就这样砍吧。应该终有一天可以把他们给砍完的吧？哎，我把大只的砍死了，太好了。好像有一个会钓鱼的，哦，哦，
巨大僵尸又来一记，他手上还拿着饼干，饼干也跟他一起变大了，饼干也一起变大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哦天哪，我怎么都打到这什么复仇之魂了？太好，这个也干掉一个，太好了。接下来的话，我把上面这个挡住，然后我挖一下下面旁边这边这一个，然后就可以打他了，瞄准一下。天哪，但是这个是有瘟疫耶，瘟疫的哦，你谁？等一下，我又锁定了，我又锁定谁去了？然后我又看不到旁边的，有没有？很讨厌。不过这个家伙好像刚刚那家伙被我砍死了，刚刚那家伙一定是从哪个人死掉了之后，然后他刷出来的。天哪，随时都可能会跑出来啊！这个没有，真的没有完全安全的地方哎。但是好像人快要被我砍完了，但是还有很多的蜘蛛在里面，我该往前进吗？我非得往前进不可啊！又来了，死吧你！好，我差不多可以前进了吧？我现在的血量很少。哦，为什么我一挖开就来了一堆人啊？天哪，又是那个特别强壮的，有没有？这个 BRUTISH 哦，大家要看到这个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家伙是特别恐怖的，防御力还特别的高哦。他就跟穿了钻石装没两样，有没有？其他人跟他穿的一样的装备，可是我砍至少都还有四点血啊，五点血这样子。就这个家伙砍的都是只有一点血、两点血而已，而且怎么又刷这么多出来了？哎呦呦呦呦，危险！我要引诱他攻击。好，这个僵尸怎么不去打他？我引诱了这个弓箭手打到他了呀，可是这个僵尸却不去打他哎！我就一直在这边不知道耗多久了，这边钻石界的耐久度搞不好砍到都没有了。喂，怎么一直出来呀？哇，他也拿着弓了啦！哇，这些家伙实在是。我实在是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往前进哦，这家伙又出来了，真的是只要砍死他就有机会会出来，砍死任何一个怪那个家伙就有机会会出来。我现在又要吃东西了，食物太重要了，食物太重要了，砍死啊！这边不知道砍死多少怪了，就没有机会前进。又来一个燃烧的僵尸都有。天哪，我很想要前进啊，可是我决定要射箭了，我非得射箭不可了，我得把那边的蜘蛛给射过来啊！到底有几只啊？射一射才会知道有几只哦。这个家伙实际位置在哪里不知道、哦？这个家伙，不过看样子好像已经差不多了，没有那么多了。等一下我就得尽快的杀过去了，马上又开始出来了。不动作不快一点的话，我真的他们马上就会一直出来。哦，这个家伙，哦天哪，又一个拿着弓的吗？哦，过一段时间他们又出来了，哦，这个家伙又来了，所以在那边他们会烧到吧？对，这个东西会烧到他们了，干脆就拿这个东西去烧他们好了。然后我来多就没事，我就来补个几刀这样子就行了。哦天哪，他们是一爆就爆一堆啦，所以要尽快的把这一堆全部解决掉才行。对，非得如此。又有巨大的，是吗？我到底都是被谁打到的、啊？他们的攻击距离有这么长吗？我决定让他们去烧就好了，我不管啊！哦天哪，速度好快，小的可能会走出来哦，小的很有可能会走出来。哦，砍死了，太好了！哦，又有了，哇，这数量有点多哎、欸，这个哎、欸，我真的没有空进去啊，喂，哎、欸，怎么又出来了？又是这个超强的，有没有？那个好像感觉上他有长两颗尖牙的，这个就是超强的，就是这家伙。这个家伙不管怎么砍，血都很多的啊！这个我这边砍了多久了，就是没有办法前进哦，太扯了！又来一只啊！天哪！哇，这刷的有点多、哦，真的有点多、哦。我、哦、砍死掉了，太好了！哦，哇塞！哎，你刷免费的啊？哎，你这免费的是不是啊？这真的是免费的吗？我这样子砍已经砍到了35等啊！天啊，我有没有机会去挖矿啊？到现在我都还没有什么机会了，连去挖矿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天啊，我搞哦，我真想要往前而已，又来啦！哎，我想要往前啊，而且每一个出来基本上都有装备的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赶快往前了啊！这蜘蛛，哦不，又来了，为什么？而且又是很强的又来了，这个也来了。接下来他们开始就会一直不断的走出来了，真的，
我可能会完全彻底的死在这里，我不管了，我进去了，死了，因为他们攻击力真的太高了啦。哦，现在很卡，现在很卡，因为可能因为下面的怪刷太多出来了，主要是这种很强劲的怪物太多了啦，这种很强的出来太多了，这样子，这个是僵尸村民嘞、欸，下面很卡了，下面的怪可能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，你就算想打呢，都一直被他们给挡住哦，然后他们的。这几个攻击力倒是还好啦，主要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些攻击力真的特别高的，这赶快挖掉了，让比这个挖掉了，管他那么多的，直接杀进来，哦，一刷就刷这么多，直接挖掉了，我死在这里了，又死了一次了，不过至少呢，刷怪龙终于被我给挖掉了两颗了，太棒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现在只剩下四的帧率了，我只剩下三的帧率，两二的帧率了，三每秒更新画面两次，每秒更新画面两次，这叫我怎么继续玩下去啊？哎。他这个怪真的是毫无节制的一直刷欸。好了，各位，我退出了游戏之后再进来，似乎状况改善了很多了。我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可以挑战他们了，可以让他们这些家伙全死了。该死的家伙们，死吧，死吧你们。他应该是刷掉了某些怪了吧。他说我没事我就会被打，没事就会被打下来了。他们的攻击力嘛，也真的是都有够高的耶。奇怪了，我不是已经都把刷怪龙给挖掉了吗？这一边的里面应该还有一个哦，全部所有的僵尸都从那边走出来的，应该要设法再从这边进去了。这边应该还有一个刷怪龙在这里吧？一定的，在这里面。哦，后面也有，我的天啊！哦，又走出来了，怎么又都走出来了？哦，还有从这边来的呀？怎么都来了呀？天哪、啊！哇，这个家伙又出现了，我又开始卡了吗？我卡了一下之后又被打死了。哇，还有这种白色的什么蜘蛛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啊，这个是北极的蜘蛛吗？北极蜘蛛？哇，这防御力都好高欸，他们这些家伙啊，都比一般的要强上不少。说真的，所以左边有蜘蛛刷怪龙嘛，右边有一个什么？哦，我的天啊！怎么还有这个家伙也有大只的？我先把这挖掉再说了，管你那么多的哦！而且他们这个智慧也都改变了、哦。正常来说，他如果被那个弓箭手给射到的话，他应该会去找弓箭手的麻烦啊。但是他现在却是都来找我的麻烦了、啊。这个是大只的、哦，这大只的都有了。天啊！真的好想要，好想赶快过去把那个僵尸的给挖掉，因为我感觉。僵尸的这个真的是最恐怖的一个刷、哦，我的天啊！为什么这个家伙也可以出来啊？为什么有这样的家伙都出来了 ？Oh my god！ 不是吧？他射的箭全是火焰啊！这叫我怎么前进啊？我一直卡在这边，根本无法前进了，好不好？天哪、啊！终于把它解决掉，我赶快进去了。怎么还有这个家伙了？我快死啊！我死啊！被烧死啊！根本就无法前进。哦，这个。我家里面实在太暗了，我还是得擦亮一下。哦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！所以说家里太暗了，家里太暗了，这边也要擦一下，因为家里一直不断的生怪哦什么的，家里生怪就不妙了。好吧，继续再往下闯了。我要打到什么时候才行啊？我这个耐久度都已经要掉一半了。哇，大只的啊！哎、欸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刷了、啊？天啊！为什么连个蜘蛛都可以砍这么久的啊？这就是个巨大蜘蛛！哦，我的天啊！哎，你巨大的样子真的有比较巨大吗？有一点点啦、啊。好，终于砍死了！哪你那个熊？我把这个挖掉了啦！我终于挖掉这个了，太好了！天啊！哦，这一整个地牢，我看要完全攻破，真的是很相当的困难呢、欸。死了几次了都不知道，这是不是一个刷怪龙？果然没有错。挖掉它，挖掉它，太好了！天哪，还可以继续往下哦！这边又一个刷怪龙，赶快挖掉！天哪，有刷怪龙先挖再说。哦，太好了，这边还有其他的，哇、哦、哇哇，有这样的东西啊！我把这个拿着好了。抗火药水，我可能暂时比较强力一的嘛。我身上这还是比较好，哎，有铁了呀！居然有铁了，这样子就有铁了。火药我先不用了，好不好？我先不要火药了。这其他的大概没什么。哦，有火把要拿一下。我的火把呢，其实在这里面拿，基本上就可以拿到很多了啦，真的。
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我都试试看这一把、啊，试一下可能还是比较好的。然后有一个鞋子嘛，皮革靴子在这里，太好了。等一下可以试试看这一把剑了，这一把剑，我相信一定可以帮我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了。这边继续拿，又有铁锭了，太好了。终究还是可以拿到这些东西的嘛。哇，又一把，哇，这个。这把剑的话呢，它就自带有一些那个，怎么说，一些技能的效果啦。可是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啦，因为那个剑的技能刚刚实际使用起来，真的发现了没有很实用啦。就是说，你在锁定目标的时候，它有的时候真的那个锁定目标不是特别的好。比如说你锁定了，它会自动帮你锁定你不想要锁定的人，那个真的就很不妙了这样子。我想要把这个先，现在蛮多的，铁栅栏到处都是哦，我还是拿着好了。哇，这边竟然是木头的房间啦，在这里有烤鸡耶，有怪耶，哦，太棒了！这把剑砍他们的威力就强多了，果真没错，果真如此，用这把剑就对了。天哪，因为可以让他们燃烧嘛，这把剑果然就没错了。这边水中挖掘不错，我就听到有怪来了，哇！哦，因为有火的关系，所以说哦，这些是我的耶。哦，我挥这把剑的时候也有几率可以啊，对，有几率可以召唤他们出来。我的小喽啰有几率可以召唤他们出来，太好了！现在我有一些小喽啰跟着我了，我有一些超强的小喽啰，真的是超强的了。那这个小麦先丢了，这个拿一下好了。